们市中阳县公安局巡防大队城南警务站城南片区快反处置单元，我辖区有2平方公里，辖区内有4个重点单位，我单元由6名巡防队员组成，在值班过程中携带4G执法记录仪、带对讲机、警棍、盾牌、抓捕器、单警装备等防暴器材。我是巡逻组组长，我负责对现场进行处置、评估、汇报、决策。第2名、第3名手持盾牌，掩护全队进行处置。第4名、第5名为抓捕手，携带警棍、抓捕器，对现场进行处置和抓捕，并肩负对现场处置的安全和取证。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在辖区范围内接到警情时，达到1、3、5分钟进行快速处置。模拟警情分别为：医院砍人事件、醉酒男滋事事件、精神病人组织事件。不救。城南巡逻组，我在监控视频巡查过程中发现南大13排居民区有人持刀砍人，请立即前往处置。城南警务站快反组长当员收到指示，立刻前往支援。警察执法，无关人员散开，避免误伤。酒瓶放下，有什么事和我说。我的电话啊！丢不慌的蛋。就是我们中阳县公安局巡防大队歼灭最小作战单元与歼灭巡逻相配合，互相支撑，发挥快打快处优势，对常见警情的处置过程汇报完毕。